天呢，我们要来谈谈青少年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在青少年时期呢，身心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，因此呢，也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作人生的风暴期。也因此呢，青少年特别容易感受到身心调适方面的困难，也会感到很多的压力、彷徨，甚至迷惘。有些人甚至因为一时的好奇而染上了坏习惯，甚至犯罪。那在这方面，佛法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？我们现在来请教圣严法师。法师，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哈，青少年特别喜欢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因为他们的自主意识很强，反抗性又很强，所以呢这句话就很能够投他们所好。那么对于在这方面，家长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诱导？对了，现在我们谈这些问题啊，可能青少年不会听到，仅仅是我们自己谈，如果跟青少年呢没有接触，或者是啊没有跟他们面对面的谈的话，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大。因为青少年本身呢，他们也是人。我们知道猫啊狗啊稍微长大一点，他们就好像成年的，这是大的。何况是人呢？人在小学的时候啊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小，一到了初中开始，他就觉得有点大了，而他生理有一点变化，心理也跟着变化。小的时候只觉得反正我是小孩子啊，可是呢到了初中以后，特别是在我们台湾的亚热带的地方啊，发育的比较早，身体的发育跟心理的呀一种变化是成正比的。还有这个环境的诱惑，以及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都能够使得孩子们呢产生背叛的心理，还有作为叛逆，这对于孩子们是正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过去的父母啊对他们的一种管教，一种填鸭式的教育要求和指导，甚至于责骂。但是稍微长大一点以后，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有自己的天地啊，自己应该有自己思想的空间，自己应该啊有自己的活动的范围啊。所以小朋友在一起，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社会。小朋友自己里边呢也有领袖人物啊，也有啊他们各种各样的角色的人物啊。因此呢，我们这个成年人呢，特别是父母以及老师以及社会上的许多的人呢，凡是能够接触到这些青少年的人，应该啊要跟他们做朋友，不要做他们的父母连拱板起来，不要做他们的老师，老师训他，应该啊多多的了解他们。这个佛法来讲，众生是平等的，他们这个时代跟我们的时代不一样，他的年龄跟我们年龄不一样，应该如何的呀深入他们的心中，了解他们去，跟他们做做朋友啊比较更好。不要做长辈，孩子们怕长辈也讨厌长辈，这个时候你跟他做朋友是啊最能够得到他们的呀这个信赖的。只要得到他们的信赖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。是。那么现在的青少年问题越来越复杂呢，主要是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刺激和诱惑都很多，那么青少年心性不定就很容易被这些刺激所诱惑。譬如说很多的青少年会沉迷在电动玩具里面，有些青少年呢因为一时好奇，或者为了逃避功课的压力，或者是逃避世俗的压力，就开始尝试吸毒。那么对于他们有这些染上不良嗜好的青少年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呢？最好呢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呀染上不良的一种嗜好，吸毒啊赌博啊打架啊这种情形，最好叫他们不要有机会染上。因此
染上之后要叫他们脱离，就相当的难了，相当的不容易。如果在防范于未然呢，那是最好的。所以家里有小孩，或者是呢亲戚家里有小孩，或者是自己家里有弟妹，最好呢常常给他们做做朋友，了解他们的心情的苦闷是什么，分享他们的呀快乐，也分担他们的呀不满意。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，他就跟大人做朋友啊，他在家里边已经得到了安慰，他不需要到外边去另找出路啊，那也就没有机会啊是作于啊这样的场所，也不容易接触到那样的人。因为青少年呢，一种就是不良青少年要找的对象都是找的那些失魂落魄的小孩，那些背叛家庭的小孩，或者是流浪在街头不想回家的小孩，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才能够接触到那些不良少年的。如果小孩子家里觉得很温暖，学校里边老师觉得很可爱很可敬，他怎么可能呢接触到那些人去呢？就是接触到了，他自己也一定有提高决心。嗯哼，所以家庭和学校都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还有社会的，还有社会是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青少年往往都会面临沉重的课业压力，尤其是升学压力。那么很多青少年受不了这种压力呢，就开始逃避或者是自暴自弃。那么在这方面的话，我们成人又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和鼓励？其实呢，这些情况啊，多多少少任何一个小孩都可能发生过，连我自己也发生过。所以不要对小孩这个孩子的这个逃学或者是呢偶尔就不想读书啊，就给他有很大的压力，应该给他鼓励，应该给他安慰，没关系啊，你累了吗，休息一下子，这个学期没考好试没关系啊，慢慢的这个等你觉得精神好一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一定读好书的，大概现在压力太重了，所以你的头脑转不过来了，没关系，休息一下子，或者是他想休息就让他休息，甚至于带他出去旅行，带他去玩，不要老是逼着小孩子用压他们逼他们，你一定要成龙啊，一定要成凤啊，一定要考试要考到80分啊90分啊，你如果考不到的话你丢我们家的脸啊，这样子的一种啊教育法，小孩子会反抗，他会觉得读书不是为自己读的，是为父母而读的。谢谢师父，开始。